今天是2024年3月10号，星期天，我们来到了北约克菲维莫，在地主当缪和谢普特。来看一下，先从那个南门口进去。啊，左边有个卢库鲁斯，面包咖啡店。右侧有个 Max Max， 这个好像是个奶茶店。Max Max 奶茶店，这应该是新开张的。Max Max。小巧玲珑，这边有个天人茶店，这边有个 Max Sushi and of Dessert and of Dessert， 2个9元，2个17元。左边有个 Ghost Juice， 有个 Kernels 爆米花的。这边有个 Dina Ball， 这是甜品。这有个 Michael Hill 珠宝店。我们先往左边走。这边有个芒果，左边这一个 Sport Check 运动服装店，最前方是一个 Marshall Home Sense， 我们绕过来 Lens Crafters 眼镜店。这边有个出口是往北边的啊，我们不去，我们一直往前走，应该是由西往东吧，这个长条形，由西往东。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这个mall的二楼 ，second floor， 左侧有个 Laura。这边有个 Urban Kids 儿童服装店，这边有 Guest Service，
又有一个出口，这边可以出去。我们先不出去，我们继续往前走。出口朝北，另外一个出口，这边电梯是从一楼扑通扑通往上，等会再下去。飞绕二楼的前方是个 Hudson Bay。我们从这里可以俯视往下看，有很多 food court 上很多人们在休息吃饭。好，我们继续的，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圆形广场。是JD Sports.ca 哦，这个左侧是个 Apple Store 苹果店 ，iPhone 15 Pro 的宣传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向北的出口，我们出去看一看。这是正对着 Shop Just Market 的店，这右侧是便利店 Getaway Fresh Squeezed 抓果汁的，这边是 Tokyo Smoke， 好，这边是 Baskin Sushi Lobby。前面是电影院 Cinema。 这是 Tim Horton 店。电影院这边已经开始结束了。这里是开店呀，开民宿，我们去可以看看这是什么店。开民宿。这一边就是北门的另外一个出口，我出去了。我们不出去，往回过来转回来。好 ，Shop Jack Market 的这个出口我们就不再出去了。好了，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转回来。准备去到一楼，下到一楼，我们走下去。现在我们在一楼，这个 Sleep Country 啊、哦，这是卖枕头、床上用品的啊，这个店。嗯，很紧张。嗯，这个鞋店。前方就是应该是一个 food court， 我们从 food court 的这个左侧走一圈。现在 food court 还很慢繁忙的。非常繁忙。
好了，这惠特森是贝的一楼，一楼的场景。啊，对面是一楼啊，这边是一楼的这边的出口，这边是它的东边的出口啊，东面的出口。Flower Essence 花店 ，The Sunshine 这里换指甲店 ，Barber's Chair 这个是理发店。这个背店，是星期天的下午，下午看还有不少人走累了都在坐在凳子上休息。啊，左侧是个优衣库，这个优衣库啊。Frozen 啊，这么多人，那个搞 Frozen。很多。啊，到这边来有现在自己大土豪了。嗯。迷你树，这边是小孩店。啊，这有新的 bakery 啊，孵瓦孵瓦，啊，孵瓦孵瓦，饭团外卖，孵瓦孵瓦。
挺多吃的店。独立咖啡、阿扎啤酒、新食堂、新食堂啊，新食堂。嗯，这边很多。哇，这边是大统华的出口，怎么冒了地下去？看一下，嗯，介绍一下，东方宫。是一楼的七号出口啊，这边是街头小吃 ，street food， 街头小吃，嗯，这又出去大统华了，今天的是大统华，你看，啊，这个大统华门口人真多啊。哎，来。嗯，大统华里面人山人海。好。好，我们现在继续走到那个往那个一楼的 food court 走。这里有个大型的广告牌，副牌子的。啊，前面就是 food court， 到了 food court， 我们就算告一段落吧。